每天享用食用油，潜藏危机今知晓。生机饮食创始人范秀琴现场爆料，市售食用油的重重危机。现在所有的油几乎都有做氢化作用，它的特色就是不会坏，容易长癌。没错，摆脱用油困境，好油教你现场榨，能够在家里轻松的榨油，而且榨油10分钟就解决。啊，出来了！哎，看到油了，看到油了！哎呀，好油也有好吃法，五谷拌饭，翡翠丝瓜，配上那种油那种顺滑的口感，嗯，好香啊！这五谷拌我吃到了一种拔地的味道，超好吃，好的油就该这么吃，嗯。精彩内容千万不要错过，品尝私房美味，分享精致生活。大家好，我是刘美人。首先呢，还是要非常隆重的介绍出我自己呢一向非常非常喜爱的这位老师，他呢是台湾生机饮食的创始人，那同时呢也是我们节目当中一直提倡的这种自然蔬食养生法的追随者和贯彻者。欢迎我们的范秀琴老师。美人你好。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范秀琴，生机饮食的创始人、领导者，自然蔬食养生法推广者，致力于生机饮食事业20余年，曾出版过多部健康饮食书籍，主讲了近千场的健康知识讲座。范老师，真高兴再见到你，今天又来了。对，太好了。今天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要向您请教。同时呢，我们一起来欢迎的是著名演员王东方。大家好，我是王东方。王东方，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制片人，代表作品有《新闺蜜时代》《东北一家人》。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主要讲的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每一天生活，就每一天你都会吃到了。对，就是油，尤其是最近几年哈，我们一直在说像地沟油啊、口水油啊，还有这种回收油啊，我们都知道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危害非常非常的严重。但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家里面炒菜时候用的那种，比如说花生油、大豆油，这些好像里面也存在了很多安全的隐患。这个说法你有听过吗？这个倒没有，因为我对这种食品的安全很重视，尤其油啊，挑一些厂家正规的，然后生产日期之内的，然后看着感觉还挺透亮，比较那个感觉很新鲜的这种，但是就已经是这样，如果这样还有问题的话，那我们怎么吃饭？这油还能用吗？我们现在一般人类吃的油都是像东方刚才讲的那种状况，一般人就是用这样的标准在选择。对呀、啊，对呀、啊。可是这里面真的问题很多。我现在想请问一下东方，你们家的买的油有没有放冰箱？油放冰箱啊？是不是都放在火炉旁边？对呀、啊，对、啊，方便吗？厨房的里面。那个、对对对，你曾不曾用到你们家的油用到坏掉过？没有吧？没有感觉。没有、好像都没有说油会坏的感觉。是，现在几乎全民都在用那种千年不坏的油。很可怕。我举个例子好了，你曾不曾买核桃或是葵花籽，吃了一部分以后，然后就忘了，可能半年后才找到，然后再找到，哇，发现哎有一包上次买的葵花籽，上次买的核桃忘了吃，再吃一下，有蒿掉的味道，有，对，北方叫哈喇味，这个就是油坏掉。一个好的油，绝对是怕痒。怕光怕热是非常容易坏的。怕痒怕光怕热，怕痒就是怕进空气。那我们家放的油那一大桶，每次倒菜的做菜的时候倒出来一点儿，就接触空气啊，然后那一桶油用好几个月，然后油桶一般都是塑料透明的那个油桶嘛，它一直会有光进去。美人，你有没有看过一些超市卖的一些好的油？它是一个小小瓶装、深色瓶装的，有没有见过？像亚麻油啦，很昂贵的油，对。对，哎，昂贵的油有没有发现？他们全部都是深色瓶装。为什么要深色瓶装？因为它怕光。对。所以那深色瓶装事实上是要挡着光，挡着光保护里面的东西，不让光进来。对。但是我们在家里用的油，真的就是它没有避光。经常和空气接触，然后你也给它放在厨房里可能温度比较高的这个地方，但是不会，它为什么还不坏呢？因为现在所有的油几乎都有做氢化作用，这个是可能一般的观众朋友在这个部分比较不了解，可是它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只是油把它压榨出来，现在是榨出来以后还加上非常多的氢化的作用，就是把氢硬灌到脂肪酸的碳链里面，做过氢化作用以后，这个油的分子结构改变了，变成一个很稳定的油。很稳定的油呢，它的特色就是不会坏，就是现在大家用的
油不会坏。而且呢，就是最关键可怕在哪里，就像老师刚才跟我们说的，我们的身体认为我们很需要油，尤其比如说像大脑一些内脏的地方它都需要油，我们身体以为我们吃进去的是好的油，但其实它最后需要的拿过去的全部都是这种氢化油。我们全身有60兆的细胞，这个是一个细胞膜，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全部都是好的油 Omega 3 Omega 6这些要站在这个地方，结果当你油用错的时候，用到您刚才说的那个放半天都不会坏的那些油卡在这里的时候，我告诉你，您的细胞膜会变性。细胞膜呢，等于说一个像一个细胞的皮肤一样，不该进去的东西不会让它进去，不该出来的东西不准让它出来，结果现在细胞不知道是被人改变过来的，它仍然当作不饱和脂肪酸在用，所以细胞容易变性。我明白了，没错。天哪，没想到天天吃到嘴里的食用油竟然会致癌。范老师提醒我们，现在大多数的食用油都会经过氢化处理，利用高温和金属催化，通过氢气合成，使油脂稳定硬化，千年不坏。但长期食用这种化学残留多的坏油，会阻塞血管，增加罹患三高、肥胖甚至癌症的风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食用油安全的知识，如果你想吃到好的油脂照顾家人健康，都可以通过屏幕上的互动方式400-650-2519与专家互动，就能了解到更多内容了，同时还有机会获得这本自然舒适养生法的健康内刊，这里面汇集了台湾众多养生专家整理的精髓内容以及健康食谱哦。在听到食用油竟然会致癌的消息后，美人和东方不约而同的在现场喊出了此生不再吃油的感叹。接下来范老师究竟有没有办法能让两人不吃油的想法烟消云散呢？让我们接着看下去吧。那怎么办？那就把油戒掉吧。今天回去就把所有的油都做了，该炸的都炸了，明天我就不吃油了，明天就拿水煮，拿东西蒸，拿火烤，然后下雨天拿出去等着。你看看老师的眼神啊，范老师觉得已经对你忍无可忍了。我很怕讲到这里，真的很多观众朋友就像东方这样的反应出来了，你知道吗？因为说真的，Omega 三、Omega 六这些好的油，它是必需脂肪酸。所谓必须，就是你没有吃，你身体会缺乏。当你缺乏的时候，您是会生病的。所以，老师，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我们不能吃那些不好的油，但是我们的身体呢是必须要有油的，而且要好的油、对的油，必须吃好的、吃对的油。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给我们呢？我今天就一定要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是你必须要天天要做的。就是在家里天天自己榨油啊，榨豆浆、榨果汁，我就榨油。老师怎么自己榨油？我家里没有驴，也没有磨，听起来好难。听起来很难，说真的，我第一次也是感觉很难。我在差不多20年前，我看过一个榨油机在家里摆起来，真的这么大一台，像工厂一样，对不对？真的很重。可是呢，现在的科技发达，我真的是越来越佩服这一些研发的人员哈，真的弄了一个很轻巧的小巧的机器。我今天就真的要教你们如何能够在家里轻松的榨油，而且榨油10分钟就解决，从开始油放进去到油出来10分钟解决。哇，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而且老师，我们如果自己在家榨油的话，里面就是我们就可以控制了，比如说我们想吃花生油啊，那好啊，想吃大豆油。我跟你讲，那个做面食烙饼一定要葵花籽油，这葵花籽跟面煎在一块，哎呦，有点香。而且不是说我们吃好的油，对不对？我们不添加任何东西。对呀、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吃油的目的是要干什么？是想要香，靠这个吃让你的菜香，还是要让你的菜健康？我只能告诉你，你假如要香的话，真的，等一下我们就榨花生油啊、就榨芝麻油，这个榨出来真的很香，好。可是我告诉你，它榨出来的必需脂肪酸的含量很低，也有一点点，可是呢，你假如要健康的话，我跟你强力的推荐，你真的要用亚麻油。
亚麻油。这里呢有好几种的油写在这个下面，大豆、榛果、花生、红花籽、亚麻、南瓜籽、葵花等等一堆哈。每一个油上面有四根棒棒在这里，是啊。第一个蓝色的部分是饱和脂肪酸，嗯，第二根呢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就是一般讲的 Omega 9。第三根黄色的这个部分呢是亚麻油酸，亚麻油酸、是 Omega 6。第四根呢是 Omega 3，次亚麻油酸，必需脂肪酸是 Omega 3跟 Omega 6，就最后的两根。这两个的含量高很重要。对对对对，最后两根，那是必需脂肪酸，你一定要吃到。而这两根里面呢，最容易缺乏的是 Omega 3，就是最后一根。我们现在要看一下 Omega 3哪一个比较多，大豆很明显呢，老师，这是榛果在这里，花生一点点，一点点，红花籽这里有没有看到亚麻？它这么多啊！亚麻仁籽这个东西呢，说实在对人类的健康非常重要，是除了细胞膜以外，还有脑神经系统。对老年痴呆有帮助吗？你有没有印象？以前广告里面常常说要吃深海鱼油，有让小孩脑筋壮壮，对，记不记得？因为深海鱼油里面也是 Omega 3很多，可是深海鱼呢也有很多污染的问题，是不如你吃植物的 Omega 3更好，对孩子的脑筋那更壮了，对，而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植物性的，其实我们能选到植物性的时候，尽量就选植物性的，因为现在小朋友其实包括我们所有的成年人了，吃到大鱼大肉的机会太多，对，我们不妨就从植物的这个里面去提取出最优质的这个油脂。因为动物本身肉吃多了本身就是酸性的，因为现在这个酸性体质对人体都不太好，而且呢既然能从植物当中补充，而且又是碱性食物，本身就是很养生。 对，还挺懂的嘛。对，不是一般懂，没错，他也懂一些，老师都挺多的，深藏不露。对，我刚刚讲到小孩的脑神经系统之外，女性的荷尔蒙雌性素就是雌激素，男性荷尔蒙前列腺素另外甲状腺素都需要这种油，真的。另外血小板粘性的调节，胆固醇的调节也都需要靠它。血小板粘性和胆固醇的调节，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有如果有血脂稠、三高的问题的话，要吃它也可以调整。对，以后经常吃，老人都吃这个，就可以把那些每天一把一把的药片去掉，变成对，答对了。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吃，而且天天要吃，大概你每天选30cc，每天这样去吃它，你每天这样子去补充它的话，差不多半年到一年你会补充足够。原来我们身体真正需要的是富含 Omega 3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油脂，范老师告诉我们，只有这种溶于细胞促进脑部发育的植物油才应该是全家老少食用油的最佳选择。而在种类繁多的植物油中，亚麻油因其脂肪酸的黄金配比和丰富的营养，被称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亚麻油的健康内容，如果你想自己榨油避免坏油的危机，都可以通过屏幕上的互动方式400-650-2519联系我们，就能了解到更多的内容了，同时还有机会获得这本自然舒适养生法的健康内刊，这里面汇集了台湾众多养生专家整理的精髓内容以及健康食谱哦。接下来范老师还将现场教亚麻油变身为昂贵的人体精华液，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快来一起看看吧。事实上我们要皮肤好的话，像我自己，你看我从口袋里面我就拿出来这个东西，这是什么啊老师？神器。这是什么化？老师您随身带的化妆品吗？这一般我们都是精华液，对不对？所以呢我常常会拿这样擦一擦。好，来了。哇，擦脸啊，这样直接擦，全身擦，不会太油吗？来，你要不要试一下？这里面就是亚麻油你就会，你现在还有一点油油，马上你就会感觉完全吸收进去了。你的皮肤会，你的这个吸收是非常好的。我常常把这个油拿来弄擦我的脚底。我们脚底这个脚跟的地方不是常常会裂吗？是，而且会
甚至有时候会裂到痛，尤其冬天的时候，我这样擦了以后，我的脚底整个都是软的，非常舒服。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哈，因为我们在化妆品界呢，大家都经常会用到植物精油，其实大家就觉得那个油是不是很油啊，但其实最好的植物的精油啊是很容易吸收的，包括你滴到那个卫生纸，就是纸巾上面，你也会看到它会晕开，就说明它吸收了，它不是一个油会到处乱流的那种。那刚才呢，我们把这个老师自己啊珍藏的这个亚麻仁籽油涂在手上之后，其实它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只不过是榨成油了。哎，就是榨好的油，我直接倒进来。这个应该普及一下，它很快就吸收了，真的是一点都不油，而且很有光泽，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好油。而且一般这种精华液一瓶，我们可以卖个1000多块，真的比精油还贵吗？可是它的效果比精华液还要好，还要好，更天然，而且它有一种天然，而且它有一种天然。食物的芳香。刚才呢，其实我们都看到了哈，就是老师给我们推荐了很多的，包括这个我们的亚麻仁籽油，包括呢这边我们的图片上，告诉所有的家庭主妇朋友了。你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健康，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要用最经济实惠的办法把我们的健康给带来。这样子的话，钱就是花在刀口上。那刚才呢，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了非常多的关于怎么样呢健康的吃好油，什么是真正的好油，以及怎么样通过好的油脂把我们身体之前啊吃了积累了非常多的坏的油脂呢给代谢出来的这些方法。包括接下来呢，老师要跟我们示范的就是在家非常非常简单，10分钟老师说的啊，就可以榨出油来的这样的方法。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上的互动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了解。那同时呢，我们就会把这本美味101的平衡饮食内刊送到你的手中。在这本内刊当中呢，有收录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讲的内容。那同时呢，还有很多啊，像我们的陈月清老师呀，还有王明勇老师啊等等等等，这些养生专家们潜心几十年研究出来的一些宝贵的经验都收录在里面了，非常的珍贵。所以大家呢，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和我们联系，就有可能得到它了。电视机前的你，是不是也被亚麻籽油的神奇功效惊呆了呢？它不仅可以内调身体，还能滋养皮肤，真是一举多得。接下来范老师就要教你自己在家制作天然亚麻油，还等什么，快来一起学学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老师交给你了，然后也是你最爱的时间，就是要榨油。你过来，你过去，因为这对你很重要。你认得这个东西吗？不认识啊。这个叫亚麻籽。亚麻籽，你可以闻一下它有没有那个味道。是跟这个味道一样的，一样的。像这样的亚麻仁籽，其实我们基本上也很好买得到。这个直接放进来，按个电源，然后按个开始，这样就可以了。它现在机器在预热，预热个5分钟，然后它就会自动开始。还是智能的。对，我在家里每天都这样子榨油，而且我的原则是今天的油今天榨，因为这个动作太简单了嘛，我再按一下我是 OK 的。对。这个动作后来我只有示范过一次，后来都被家里的小孩抢去，自己天天去玩。小孩很喜欢按键，对，所以榨出来的油他们都很喜欢吃，因为他说那油是我榨的，不是妈妈榨的，对，他们会很喜欢。好，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代表它预热完成。它现在就开始榨油了。它现在慢慢出来。出来了。这边出的是油渣。油在这里滴，有没有看到？一半是油，一半是渣。对。渣渣从这里出来。看到油了，看到油了。看到油了，对不对？对。老师，它声音就这么大吗？对，它这个声音很小的，很轻的声音。我觉得比抽油烟机的那个还声音还小一点。对对对对。对对，也就是打印机的那么大的声音。这样子一下子就好了。我们像这样榨出来的油，就是榨完之后，顶多今天一天，然后就全部给它吃掉。是最新鲜的，对不对？对，这是最好的。当然，你懒得天天榨的话，你一个礼拜榨一次也 OK 啊。这个放着一个礼拜不会坏的。来，美人你，凉的。对，你要知道凉的。这是冷压。一般我们榨油都是用很高的温度，甚至200多度在那里榨。像我们以前妈妈榨猪油有没有？是200多度的温度在那里榨。可是这个呢，是80度以下。老师，这个油渣如果我们就扔掉的话，会可惜了。很可惜，可以吃吗？吃吧，吃吧，
是可以直接吃，当然可以吃的啦。我也有闻到，我也有闻到香味，真的好香，试试看。就是它拿出来之后还是有点温温的感觉，对，但不会烫。对，好香啊！嗯，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的植物化学成分，其中木质素非常多。木质素，木质素是很重要的抗癌成分哦。所以这个东西它出来的油渣渣效果不输里面的油。嗯，老师把它扔掉是不是太可惜了？这也是菜吗？绝对不是，卷起来烙饼。我们这个会拿饼，我们这个会拿起来。丢到精力汤里面一起打来吃，你煮粥也可以把它熬在粥里，那样粥可能也会很香，对不对？或者是你拌凉菜的时候，因为它也是那种坚果的香味嘛，就我们想放坚果的时候，其实把这些油渣渣放在上面，或者做一些甜点或者是那个烤的一些蛋糕面包啊，可以加进去。好的油一定要这样炸，啊，这样是最安全的，而且呢，你一天榨出来的油就是今天吃的份。连油渣都是抗癌的精华，真是没想到范老师的榨油方法竟然有如此多的好处，就连家中的小朋友也能享受自己榨油的乐趣，仅需短短十分钟就能吃到新鲜香浓的亚麻油。同时，40到60度的完美榨油温度，相对比传统的高温压榨和反复精炼，还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亚麻籽的营养精华，避免了化学溶剂的残留。如果你想自己在家轻松榨出好油，如果你想吃到健康安心的好油，照顾家人健康，都可以通过屏幕上的互动方式400-650-2519与专家互动，就能了解到更多内容了。同时还有机会获得这本自然舒适养生法的健康内刊，这里面汇集了台湾众多养生专家整理的精髓内容以及健康食谱哦。接下来看范老师是怎样用好油打造出香喷喷的健康美食吧。好，那我们的油呢炸完了，对吧？机器自动就停了，终于可以吃饭了。对，你有什么体力活您教我。哎，嘿，这个是油渣渣，好东西呀、啊！打包带走。哎、好得了，特别香，真的很香。哎呦，哎呦，哦，这么多油呢？其实它出油率挺高的，我觉得，而且它，我觉得它长得不像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那种金黄透亮的那种，很原生态，感觉自己家小刘磨过的油。对，就是这种油，其实才是真正保存营养的好油，是吗？我们这个油呢，刚榨出来，看来是比较浑浊的，可是我们只要把它放着，差不动它。5-6个小时以后，上面是金黄色的，下面有沉淀。一般我们会说那个沉淀，我们称为渣渣，对，好像是脏东西要丢掉。事实上，下面沉淀的东西就好像我刚刚说的这个亚麻渣渣一样，里面含很多木质素，那个抗癌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假如说你已经炸好了油放着，下面是沉淀的时候，我们吃的时候再把它搅拌，搅拌一下，全部都要吃掉的。明白，就还是全食物的概念吗？不是，油是要搅拌的，这现在咱们拌什么呀？我们现在先来做个五谷拌饭。说真的，吃饭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大米嘛、白米嘛，我在这里建议各位观众朋友练习吃五谷杂粮作为你的主食。这个是煮好的五谷杂粮呢，我们把它放过来。我这一瞬间我特别想放大长今的音乐。然后呢，这个是青椒，好，我们把它已经切好了。老师，这些都是生的，没有用水焯过的，是吗？对，这都生的。这青椒、红椒、黄椒，体力活都很棒。体力活我来。哎，来，这个豌豆有开水烫过，放过来。然后这香菜啊，我们也可以进来，这些都是很受欢迎的。放好多香菜，香菜很多人都喜欢，我们就进来吧。对啊，那我们就把油。就这样子加进来哦，直接这样吃，因为老师说了油怕加热。你这一碗假设是一个人吃，是这一餐，你假设今天只有一个人吃吗？假设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差不多倒进去15cc。假如是两个人吃，你就倒进30cc。明白。很漂亮哎，你可以再加一点点味道也可以。这里有一些玫瑰盐，是这个玫瑰盐哦，好讲究。它里面红色的也是天然形成的，是含有很多铁元素，然后白色的是钙的元素，好想吃哦！看起来颜色也很好看。好，现在拌好了呢，好，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我现在再来做一个清口菜，好，简单的，有菜有饭就吃了，丝瓜，非常容易的。刨一下皮，这个丝瓜呢，我们是不是常常说需要食物完整的吃啊？
对呀、啊，这个丝瓜皮叫你吃的话，一般来讲我们是吃不下去的。嗯，我可以建议各位，这个丝瓜皮呢，我们可以留着放到精力汤里面去打。哦，丝瓜皮不要扔掉，是不是？对对对对，因为这样直接吃也真的是吃不下去，可是不好吃，混在精力汤里面、啊、就糊里糊涂就吃进去了。哦，就可以把精力汤的味道调得好一点。对对对，但也是生的就打精力汤。对对对对对，嗯、一样。美人，你有没有吃过生的丝瓜？没有吃过生的丝瓜。没有吃过丝瓜。今天我们要生着吃丝瓜吗，老师？嗯、答对了。那味道能行吗？等一下您就试试看吧。好，你丝瓜放在这里、嗯、啊，这个呢是我自己做的酸梅酱。哦，酸梅酱、啊、梅子酱、啊、放在这里面、嗯、然后东方 哎你帮我切一下这个。哎呀，做个节目吃个饭饿得我呀。哎呀，放进来。是自己炸的。对，现在弄好了。嗯啊，现在都已经拌好了。嗯啊，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刚才的油淋上去。那范老师，您做饭太经济了，连天然气都不用。对，我家排油烟机是没有用过的。哦，不需要洗排油烟机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在做菜的时候、嗯、你前面的墙壁是粘的。对，对不对？排油烟机也是粘的。更可怕，嗯，厨房旁边远远的墙壁摸起来是不是还是粘的？粘的。是，你知道那油烟是很可怕的。就是我们中国女人那个肺癌比例很高的，因为人站的其实更近，你就想墙壁那么粘，就像你的肺里面都吸进去了什么。所以这种做菜方法，你真的可以穿着礼服在做菜的。哦，真的，你像我们老师今天穿唐装，也是我们古代的礼服。好油就是要这样吃。好啊，这就做好了，全部做好了，好棒哦，好期待。这种穿着礼服在做饭的方法你学会了吗？只需加入好油，简单搅拌，就将五谷米饭和生丝瓜的香味提到了极致。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自榨健康油的方法，如果你想在家利用好油吃到健康美味，都可以通过屏幕上的互动方式400-650-2519联系我们，就能了解到更多内容了。同时还有机会获得这本自然舒适养生法的健康内刊，这里面汇集了台湾众多养生专家整理的精髓内容以及健康食谱。哦，接下来用好油做出来的美食究竟味道怎么样，一起来看一下吧。东方同学一直盼望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哎呀，饿不劲儿了。赶紧来吧，不要客气了。好，我要先尝一尝这个生的丝瓜味道到底怎么样。嗯，超好吃。我们现在丝瓜是刚做好。对，要是你做了放一两个钟头更好吃。哦，我觉得这个丝瓜呢，老师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一个是老师自制的那个酸梅酱，嗯，再一个最厉害的地方，最香的地方就是那个亚麻仁籽的油。嗯，是不是它能把那种植物自己那种生的那个味道去掉的同时，给它加了好多香味在里面。这我吃出了一种热带海滨的感觉，那种凉爽，对，是吗？像一种新的水果品种。嗯，对，再配上这种油，这种顺滑的口感。嗯，好的油就该这么吃。嗯，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自然舒适的生活方式。这五谷饭我吃到了一种大地的芬芳，泥土的风香。超好吃啊！我希望各位观众朋友好好学习，自己在家里哈、啊，怎么样去榨油？这种吃法对身体是，你的身体会感觉非常的舒服，真的是自然舒适。对，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坏的油一定要好的油来去。去，对，水去不了油，是水跟油是不相容的。嗯，所以坏的油，我们体内很多坏油，一定要用好的油来除。对，它是可以把身体之内呢残存，就血液里面，或者是你内脏器里面残存的这些不好的一些油脂，还有老师刚才一直说的，像一些这个毒素，都可以给它代谢出去。所以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不要因为就是说我得了三高了，我血脂很稠了，我就完全不吃油，这是不对的，要吃好油。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就告诉大家非常多的这个怎么样来做好油、吃好油的方法，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或者是还有很多不明白的知识点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上的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分享，就可以和我们吃到一样的新鲜出炉、低温冷榨，然后对我们身体健康呢有切实帮助的这样的天然的植物的，充满了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以及欧米伽三的这样的健康的油。老师，我总结的对不对？太好了。观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和我们联系，就可以了解到更多详细的内容。
怎么样，东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范老师学到很多东西，长了很多知识。嗯，又知道居然有这种神器，榨油神器，又知道怎么才能吃到健康的油，不光是为了自己，为了家人的健康。对。然后呢，又享受到这种美食，这真的是，我觉得是这种一种改良，一种饮食的一种进化。嗯，所以今天来是有一定的收获，非常好，非常高兴。嗯，也特别感谢，对，也特别感谢范老师。对，范老师，谢谢美人。对，范老师一定要驻扎在我们的节目，因为每一次来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你为什么抢我话头？我是刚刚给范老师请走到我们家做客，对，我们准备食材。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谢谢。